选手介绍，在我左手边是阿成选手。在我右手边也是阿成选手。双方选手就位，比赛开心一点，不要太紧张。比赛开始，乌龙茶还没，还没。比赛拉屎，哎，鼻塞开始，鼻塞。比赛开始。阿成失去战斗能力，所以另外一个阿成比赛获胜。今天看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比赛啊，一分就赢了，哇！那我套了一句《少林足球》电影的台词：得分不一定要进球，打得像你一样残废、残废、残废。好的，我是今天整场比赛都没有讲频道的球评阿成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